恒指两天升逾1000点。昨日内地 A 股升势更强，上证指数单日上升 2.38%， 连人民币在岸价也大升400点止。乐观情绪开始出现，已经超越杀红证，怯淡仓的姿态。是的，6月28日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面不可能马上得到协议。但是从特朗普在过去一直强调美中贸易协议一定要对美国很有利的好协议，近日突然改为要有公平的协议，我们就应该乐观的看习特会。此外，美国联储局的减息预期也在推动股市上涨，美股已经接近再创历史高峰。前日联储局议息会议没有减息，市场也没有失望，股市照升，因为前日不减息是市场的预期。理由是上一次开会议息后，联储局的声明中说要对息率的改变保持耐性，也就是不会在这一次的会议中马上减息。不过前日议息之后，联储局的声明中不再讲保持耐性，换言之，紧接着7月份的议息会议，减息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过去一个多月，许多人极度悲观，因此无法接受过去两天股市突然地上升的事实，相信这些人还会继续开淡仓。此外，一些散户的蟹货也会趁高抛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排除有大户继续怯淡仓，务求杀尽淡友。昨日中电002突然发刑警，说要为澳洲的业务进行商誉减值60亿至70亿港元。商誉减值纯粹是财技的一部分，不是真正的亏损。如果今日中电股价因此而大跌，是趁低买入的机会。还有过去一年多，我一直建议大家持有避险股，现在尽管大市转向乐观，我依然建议大家不好放弃避险股。